进到我的家庭里面了，进到我的职场，进到我这个人的生命里面，帮助我在我的生命当中许多事我抓得紧紧的。在我中间许多的人，我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感动，在你的人生当中你也有你抓得最紧的东西，有那个东西让你觉得有安全，那个东西让你觉得我有价值，但是其实一路走来你已经越来越知道那个东西不能够真正成为你的安全感。你其实心里明明知道那个东西不能够带给我真实的价值，可是一路走来你都抓得很紧，你已经习惯抓得紧紧的，即便不快乐还是抓得很紧，即便很慌张还是抓得很紧。今天晚上决定试试看，当主对你说你放手下来，让我进到你的生命里，让我帮助你，让我给你力量，让我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让你经验在基督耶稣里面旧事已过，那些失败的、软弱的、做错的、懊悔的。我里面有一个感动，我们中间有人这一段日子以来你一直活在懊悔里面，你心中一直很后悔，你后悔那个时候为什么这样，你后悔为什么做这样的事，你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做这件事，你后悔当初为什么做这样的决定，你后悔。可是后悔改变不了现状，你要不要试试看，让耶稣基督进到你的里面，以至于你可以经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让耶稣基督给你一个全新的人生。这一位独一的真神爱你，爱到一个地步，他来做人，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命给你，让你的盒子里面有宝贝，不要再换盒子，不要再增加更多的装饰在你的人生，再多的装饰只是在盒子上面，那都不是你的价值，你的价值是在盒子里面，你生命的盒子里面要有宝贝。你会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我们中间有一些基督徒，你受洗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其实你仍然不快，你心里面仍然没有办法尝到那个真实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喜乐。我里面有一个感动，主对你说，你不能够只是以为我是基督徒，却从来没有让耶稣真正进到你的人生里面，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你以为我是基督徒，我受过洗，我有受洗证，我有聚会，甚至我有侍奉，但是今天主对你说，你有没有迎接耶稣基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来？不是只是在教会里面享受一下气氛，碰到一些有爱心的人，不是只是像做功德的一样说我再多做一点什么，让耶稣进到你的生命里面，让耶稣真实的进到你的生命里面，你会经验在你不能，在你的神凡事都能，他在你的里面，他会改变你的人生，他会持续不断一天一天改变你的人生。我们中间有人有一些很美好的经验，我信主之后有一个很大的突破，是有更多的基督徒是持续不断天天一点一点的经验，主仍然继续在改变我的人生，盒子里面有宝贝，生命就不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昨天的仆人向你感恩，这三天知道你在我们中间，所以当我回头看我自己的人生，我真的充满感恩。我知道我自己的人生曾经走过多么不堪、多么恶劣、多么失败、多么不会的一段路。谢谢你，如果不是你，好像每次大概一样说下来，让我进到你的生命。我不知道我今天在哪里，我不知道我会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谢谢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你改变我的生命，直到今天，你仍然在继续改变我的生命。主，我向你感恩。
我要为今天在这里聚会的每一位势力在你面前的每一位祷告。我向你求今天这个聚会有耳可听，都应当听。我向你求今天这个聚会没有人听不见你向我们的心说话，主，让我们能听见你向我们的心说话。求你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可以回应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让你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来，主，在我的生命里面，让我不会只是有一个盒子，一天到晚努力经营的是我的外面，一天到晚在你的是盒子。让我里面有耶稣在我里面，让我真知道有宝贝在我的生命里面。弟兄姊妹，我里面深深有这样一个感动。若是你知道今天晚上主有话给你，你知道主在对你的心里说话，你跟主说我愿意，你愿意回应主说，主我在这里，我愿意，我愿意，我需要主，我不要再比盒子，我不要再继续活在比较里，我不要继续在这个外面的盒子比来比去，老觉得我比别人矮半截。你知道比外面的盒子永远有比你更高的，永远有比你更精致的，但是当耶稣进到你里面，再也没有人比你更有价值，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你的价值，那是谁都比不了的。你的一生不必再觉得我比别人矮半截，因为我里面有一个最大的钻石，我里面有一个最贵重的宝贝，是谁都比不了的。盒子不必比了，因为我里面有宝贝。若是你知道今天晚上主有话给你，若是你愿意回应主的话，你把手举高来说，主我在这里，我需要你，请你帮助我，谢谢主，谢谢主，感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楼上楼下，谢谢主，谢谢主，你放下来。我要特别为我们中间，我们中间有一些人，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你说其实我不知道耶稣是谁，我对耶稣认识的很少，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空，那个空不是学历可以填满的，不是经历可以填满的，不是房子可以填满的，不是存款可以填满的，不是爱情可以填满的，不是任何事情可以填满。我曾经尝试用各样东西去填它，但是我发现那些东西不能够带给我真正的满足和喜乐。你要不要试试看？你要不要试试看？说我的生命需要改变。耶稣，请你帮助我。若是有这样的朋友，你把手举高来，我特别为你来祷告，求主恩待我。谢谢主，感谢主，看见，谢谢主，谢谢主，谢谢主，感谢主。你举外，你放下来，我再问一个问题。我里面其实特别一个感动，我还为我们中间很多已经是受过洗的基督徒，但是你知道，我虽然受洗，我继续活在这个不满足里面，我虽然成为。